菠菜选嫩叶，向水中滴油少许，盐，锅底有气泡冒出，放入菠菜，马上捞出，既可以保持菠菜的脆嫩，又能除去菠菜的涩味儿。淋上蒸鱼豉油，最后浇上热油。这道葱油菠菜保留了一份脆感，不发涩，颜色鲜亮，还能吃出鱼鲜味儿。学做鲁菜，会吃鲁菜，我是武建国。